好一个好生活，观众朋友您好，感谢您持续锁定在浙江电视台好一个频道，我是您的购物专家杨毅，在这里问候全省的会员朋友。我是您的购物专家张敏。这档直播可以说是我们跟韩国那边协调了很久，所以呢等待了3个月之久，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，也是现在时事非常流行的一种健身的腰带。那么在今天我们保证给大家跟韩国在专柜卖的是一模一样的正品，但是在价格上是我们好一个独供的价格、所以其实张敏已经把话放在这边哈，价格肯定是有到优势的，而关键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您推荐到这一款腰带、为什么其实在韩国整个的电视购物行业那么发达，而这款腰带会在他们国家甚至在整个世界它的销量会那么好，因为其实已经到了下半年、本身已经是已经到了一个业绩冲刺的一个高峰时间段、包括到现在很多人们其实都会存在一个身体疲劳的状况，所以会不会遇到以下的情况，比如说健身跑步完之后肌肉酸痛、长期久坐办公室腰部疼痛、站久了之后腰部酸痛，甚至上这个肌肉疼痛啊，健身完了之后酸痛啊，腰部背部这个疼痛的问题反复发作，或者说颈椎问题、背部问题、肩部问题等等，甚至您来看一下新闻资料里面呢也是经常给大家报道过了哈，女白领背10斤的背包爬山，才背10斤呢可是腰肌劳损却是痛的没有办法入眠、甚至肌肉突然抽筋了疼痛了，原来是肌肉痉挛了，到底该怎么办？所以观众朋友如果说遇到了这种问题，我觉得哈、平时的保健是非常的重要的，而且家里经常背着这么一个东西来应急也是很好的、所以今天哈、这一款商品真的是一个热销的爆款。其实像平时阿姨妈妈会有一些腰酸背疼的现象，别说老人了、我们年轻人经常久坐，包括经常会去一些场所会进行到按摩、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平时太紧了，所以为什么这一款产品他们在韩国可以说3周销量了300万台，这个数据是有真实的报告给大家来提供的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不光是我们来用，连欧美明星也都在来使用了，比如说汤姆赫兰德，他是小蜘蛛侠的扮演者，他在使用，还有名模，很多的模特健身的啊，然后在一些体育行业是非常就是非常尖端的人物，阿普顿他同样用到了，包括雷神的扮演者，你看他为什么胸肌那么开阔，为什么身材保持的那么好，他用的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OT 脉冲健身腰带，还有维密的模特哇、你看他们的就是整个的一个身材就是那种 S 型曲线的、然后用到的也是这种脉冲原理的腰带，然后包括到环球的小姐，还有著名田径的运动员，你会发现很多欧美明星现在他们不再是说一定要去健身房、或者是